咱俩在说，年年都那个回家过年。哥，你去年过年在哪儿过的？家沈阳。哦，回沈阳。我至少每年都是在家。我从来没在其他地方过过年了，因为一般春晚不邀请我的时候，我就在家来的。所以每年都回家。对。挺了解我的状况。今年。接到了，不回家了。对，为啥呢，哥哥？咱上春晚了。哎呀，你说那谁能想到那个段对话仅仅发生在六个月之前？咱再对话，咱就得改了。说今年春晚，哎呀，又在老家过年。哎呀，又得上春晚了。哎呀，你说这神爷大能力大吧？